这就是酸奶，酸奶，对，现在吗？还不错喝，北京的酸奶。我在路上一大堆吃不顿饭去。看路边，这时候看到好奢侈啊，这是啥？有人不老板？好，不好意思。谢谢了，今天就十五了。我想一下。不是说要吃五蟹子啊？啊，五蟹子啊！是形状太明显了，对啊，好大吃哦！你吃，要吃蟹子。哦，买了，干！阿达他买了，他买了，现在买。买了，来，走啊！你不是要请？啊，你不是要请？二十五公吧，三十五公啊。蟹子啊！啊，但是先叫钱，蟹子还算正常的。你不知道请我？那还有海星哎！我天哪！好，请你干。你要买哪个？甜的。海鲜的都可以啊。我问一下啊。哦，四五元一串，这个不错嘛。这个好歹这也是有点基数。来。有啊。这是藏文哎。这是什么？那海马哎。那蜈蚣啊，那个看后面蜈蚣。对吗？哎，那个我要买一串蝎子，四五只。你要找不找？是什么？买一串蝎子，谢谢。辣椒要吧？要。都是蝎子，我的天啊！啊，有什么好天的？还好吧。会动？啊，不可能会动吧？会动啊！还会动。哎，还一个活的 ，OK。十块吧，对。摸得好，小心他怕有油，他怕你变烫。是活的、哦，活的啊！你看到都动吗？我天哪！你的手，哎，好，谢谢。是谁要吃？整个袋子包装一下，大家拍一下。没有袋子，活的要怎么吃？我不知道。炸过了，太可怕了。直播阿辉吃。好，赶快要看你吃的。报复直播啊！谢谢这样。好，谢谢。他炸过还活的？不可能啊，炸过死掉了吧？那一只为什么是活的？啊？那一只为什么是活的？他还没被炸、啊，你在耍宝。哦。他还没被炸、啊，当然是活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辉啊，我现在在北京的胡同大街啊。王府井朋友们哈，他们一定要吃点不一样的。他说我们来吃那个炸蝎子哈，来那个，喂，我蝎子要打，要打，来，我知道这样吗？等一下你就会在爆料公社了，是吗？这是什么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这应该很平常吧？我想说，我想说这是大家很平常啊，你买黑色大字，对吗？真的，对，你怎么不买黑色大字的鸭子？我说我要穿蝎子，他就给我这边。还有人常买吗？应该没有。好了 ，OK 好了。死掉了，放心啊。他不会动的啦。啊！快啦！哦，你还没肿哎。哎呀，一包好像有点动的感觉。好不好吃？其实蛮像，蛮像虾鸡的。老实说，跟炸虾子蛮像的，应该是的。你有被他的美味吃到吗？征服到，还有那个蚕茧要不要？还有蜈蚣，还如果到芙蓉大街，一定要来试看看哦。这海马，海马要不要？这些没有用家伙，像我麦兜小米啊，我银马王阿达没有用家伙没有吃，放紧 H C 公关来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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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乱跑，不要乱跑。
也还好，有点感觉有点刺刺的，我觉得很虚啊，有点刺刺的。不是老，不是老路口。我们挡住人家路了，好，走走走。好，好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快好地方按关掉。